你还好吗？你射太爽了吧？你是不是变态？你说，大家压力有点大了，想不能。你在哪里？你要去？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哪里？我能去哪里啦？我在家里啦。去左边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好，走。要去哪？我要去找渔夫。啊，有趣。哎呀，分账模式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乱玩而已。因为我们有新手，莱姆现在不能打怪了，要玩我也不会。别人，你怎么卡在这里？叮叮叮。好可怜、啊，卡住了、欸啊！哈哈啊哈！哇，对，开车了！啊，我要死掉了！但是重置钥匙要怎么用啊？刚你要按队友，你直接打开 N 打开地图点队友就好了。哦要死来冲第一个，冲很快。没办法，我给我写写。拔掉啊！把你腿打断了。啊！好凶啊！舍得啊！拜拜。看杰克撩我。哒哒哒就过去了，哎，到我们刚刚的终点站了，就我们刚刚走，刚刚走到这边，我们刚刚就在两个人的世界啊，都在史莱姆玩跑过来啊，哦。吓死了！蘑菇地形是不是？渔夫是要慢慢找到他，去海边找啊。对，不在左边。要么左边在右边啊！大城堡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恭喜这五位抽到了。过吗？很遗憾。有人知道吗？没有。有的话，我应该已经大叫了。好。这种。钱钱钱钱钱！这女人。钱钱钱钱钱！这女人。耶！眼里只有钱。没有，这个老人是什么？老人啊啊！对你下去地牢，往下冲，赶快赶快！刚刚对，下去，对，往下，一直往下。你然后等一下开到东西就打一打就对了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快跑！哎，海边到了，没有，我们在找渔夫。对，你先下去打那个罐子，然后书上那个架子上的书有魔法书。对，可以拆书。哦，往下走啊。嗯，如果你要拿书下来，点右键，它好像写个什么魔法书，然后用右键可以点掉了。好不、哦？哎、欸，一直往下走。对，渔夫不在左边、欸。我上面书找一下你们。哎、欸！啊！滚过来了啦，姐！那什么？金手的洗礼。
新手的新手，他滚过来了，我想说不要太深。阿基，你憋笑多久？所以那个会是太走太深就会这样。对，那个外面那个老人啊，没有先打掉的话，哦，还好我没有回家，慢慢游过来。来，我讲一下哦，那个你老人不打死的话，那叫地牢守卫，他的血量攻击99。嗯，哎、欸，啊，打死他可以得到他的一个骷髅。哦，所以要打死前面那个老人才可以往里面走，往更底下走。对，他就是这个世界的骷髅王。哦，赶快游来哦！鲨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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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哈哈，呜哈。你叫我撑伞会不会吹走啊？不会，会真吹走。风太大、啊，整个被拉走了。这样子，欸、如果有设计的应该不错吧？就是不用赶路，这样子多方便啊。直接被吹走了。可是逆风的话你，你就赶路就很正常，就不要拿伞啊，就慢慢走。为什么你们血量比较多啊？因为我刚好吃大爱心。哦。因为地洞有时候会挖到一个就爱心形状的矿，爱心矿。哦。那可以大大血量。很少啊。就是要逛，有点像宝箱的感觉啦。哦。谁把哦？谁把回忆药水放箱子里面？我的回忆药水不见了啦。QQ。你要死回家了。对，我真死回家了。干洗了。准备。哎。看迷雾。上面有矿。你要死回来了吗？是山姆在取暖吗？八十一，八十，杀了两只，三只。哎、欸，那这样渔夫，那离开家里哦。我们都离开了，我们离开了，离开了。好。哎哎哎，这只虫。火车，火车，走开啊！火车走开！要警告你，不要过来哦！警告你哦！对啊，是不是真的有风啊？我上不去。有风，有风，真的有啦！我上不去，刷不去。这整在被止步了吗？可能啊。哎，没风了。吗？还是我们换地区而已？你换地区而已，你换，你要换那个地区而已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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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. Oh life. No no life. 我们究竟会不会死掉呢？解开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啊，他机现在在哪里啊？挖矿啊！哦，这个丁丁跑来找我了。哦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啊，原来是你是找错人的。没有啊，我只是你是从下面绕的吗？还是？我吗？对啊，往有一个往右边的路。哦，摔死了！摔死了！摔死！摔死了！
小妖精是谁？繁星哦。这也太长了吧。嗯，谁很长？我。我差一颗翡翠。翡翠箱子不是有吗？现在都有了吗？我还有啊。我哦，都放进去啊。对，再来拿。人凶。哎、欸，看叫女人就凶哦。没有，刚口气跟我讲话。果酱。谁是果酱啊？爷爷。谁是爷爷啊？这火把不能直接让沙子变那个啦，我也很想，好不好？就去上面这个盖一下，免得。至少他的工具都是没有耐久度的、啊。对啊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往哪里去？被下面挖过了，挖完了吗？还没。还没啊。应该是还没。那些是什么声音？啊！太会吸了，开始想念火把，真的。万一只蜗牛蠢蠢欲动啊！蠢蠢，他在找你耶。有两只蝙蝠在找你。哎呦，下面有只大神。这蝙蝠也是敌对生物。有好生物啊，你看它会不会咬你啊？但你说蠢蠢欲动应该是敌对吧？他想找你玩啊，他想跟你当好。对啊，太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杰克，这个是你上面那个是房间啊？是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想看起来正方形的。你是说大道的旁边吗？为什么水没有退？没有，水位太高了。这沙子好烦哦，真的受不了了，我要这样子。哇、哦，一次到水点还大吗？你说我吗？完嘞，我不知道，它就断掉了。再见。啊、自杀！自杀！超强！超强！哦！自杀！我眼睁睁看到他自己被炸死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。为什么？他没下去爆啦。哦，太高了，是不是？等下再放，你等下放，不然钉被我打掉。抽抽抽，奖了，去他祭台抽奖哦。抽奖时间，先去他祭台咯。我今天抽几次啦、啊？这第几次了？有人帮我算吗？第四还第五次了吧？第四还第五了吧？眼皮一直跳，直到我眼皮一直跳。不是，没事。啊，有事。我什么？我还在炸你就跑？对啊，到这里啊。哦，下面啊，看到了。会被沙子压伤哦。你在麦克也被杀的压伤啊，正常。因为他压一下二十滴也好多、哦。唉，这游戏好难玩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跳抽奖四刷？他技能摔在哪里？我看到了。第五次啊、哦，第五次是不是？第五次。唉，这游戏好难玩哦。累。
嗯，在跳，我的右眼皮在跳，跳完之后我的耳耳鸣了。哇，还好吗？哦，哦，没事，到声音了。没事没事，听不到声音，我的。啊。先不要动哦。搞这个吧。隔壁吗？哦。他家回来吗？啊。嗯，我在家里啊。你有五分钟哎，免死。